嗨，各位，这里是 CC。今天主要教大家怎样用 Good Notes 和 Notability 写出这种阴影子的效果。其实很简单，大家只要跟上我就可以了。在 Good Notes 中，咱们笔刷选择这个圆珠笔，中间的这个不用调节压感和灵敏度。粗细选择呢，选择 1.5 毫米的就可以。选择一个深色的底色，写上我们需要写的标题，之后点击套索，轻点一下，选择拷贝，之后在这个写完的字的下方长按，点击粘贴，之后再点一下这个已经选中的字，选择颜色，咱们可以选择一个比底色浅的任何一个你喜欢的颜色，我这里选择这个绿色，之后拖着这个字往上移，在左上方的位置挪一下，这样咱们平时书写的时候自己就是这么拖来拖去摸索一下就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阴影子的效果就做好了。之后套索选中，调整大小，都可以随意的调整大小和挪位置，这是在 Good Notes 中。在 Notability 中选择第一个笔刷上面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大小，这两个还是写你需要的标题，选择套索，轻点，选择复制，往下拉，拉到下面之后选择样式，选一个颜色，选好之后还是往上拖，在左上方的位置随便找一个，大家自己摸索一下，这阴影子的效果就做好了，这就是做好了。后续调整大小的话还是套索组合，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了，之后可以随意的挪动调整大小，之后在 Notability 中它还可以调整粗细，选择这个样式，这有很多个粗细可以选择，变粗变细都是可以的。好了，今天的 CC 小课堂就结束了，后续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问我，之后关于无纸化学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想要寻求帮助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之后我也会陆陆续续出一些这些无纸化学习小技巧的视频来给大家解答。如果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记得点一个赞呀，那我们下期再见。